今天下面来看的是医疗方面的消息，这是有一名52岁住伫咧家己的张先生，伊是伊爱食头路，但是最近时常感觉睡眠不足，体力变歹，但是一直找不出原因，当作家己是年纪较大，身体退化影响，一直到有一天和厝内底人伫咧开讲的时阵，听到家己的太太伫咧抱怨，暗时啊时常会听到家己伫咧讲，声音真大声，有当时啊阁雄雄无声嘛无喘气。让人很烦恼，所以他决定要到病院来求助。经过耳鼻喉科医师诊断，其实他是睡眠呼吸中止症，经由医师评估，他手术积极介入治疗，现在症状已经明显改善。蔡平嫂表示，睡眠呼吸中止症是人在睡的时候上呼吸道包括鼻咽、口咽以及喉部发生反呼吸的咳喊，因而塞掉的呼吸道造成喘气变浅，而且变费力，更严重者会造成气道会完全阻塞，而造成完全吸不到空气以及窒息。造成呼吸中止的原因包括有大颗造成呼吸道变矮，也就是因为先天的下颌较细，也就是凹缩扁条线以及悬雍垂过大，也就是颅炎缺陷等等，造成气道较矮，致使睡眠呼吸中止症的发生。打鼾与睡眠呼吸中止症对我们的生活危害非常的大，因为它不仅仅是单纯的打鼾发出声响这样子扰人清梦而已，它还会造成很多生活上安全的疑虑，例如呼吸中止症的患者晚上没有办法好好休息，白天开车工作就容易精神不济，因此在驾驶或者是操作这个重型机具的时候，有可能会打瞌睡，或者是做到一半就真的睡着了，引起很多的交通以及公安的意外。此外，因为长期的半夜缺氧，会引起身体的发炎反应，长期来讲会增加他得到癌症、心脏病、高血压以及中风，还有失智症的风险，对我们人生的这个影响是非常的大的。不仅家己店家耳鼻喉科睡眠医学团队已经执行超过900例的致鼾手术，医控2018年已经引进达文西机械手臂进行整合式的睡眠手术，针对口咽部五大类组织采无同的治疗手段，会当保留人体构造甲生理机能，对病人手术了后恢复甲痛的控制，拢有相当良好的成效。如果有类似困扰，会当寻找邻近的耳鼻喉科，或者是睡眠障碍门诊，由专科医师进行评估，以取得最佳的治疗效果。新闻中爱心嘉义县采访报道。